这就是中国共产党，一切都听党的，一切都是党的，爹亲娘亲不如党亲的中国共产党，咱们走着瞧。到底谁会 as dreamly painful？ 所有到这里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，我都会找到你们。你枪口抬高一寸的，我给你毙；你虐待我家人的，记住，我会用你超过你100万倍的办法，我让你痛苦。我能让你共产党、习近平、王岐山、孟建柱、傅政华、孙立军痛苦，我就有本事让你们这帮人痛苦。我能不能做到？咱走着看。我已经说了6年了，身陷阳谷，现拿现，咱走着看。